以森林之王出道的歌手庄凌云，2021年3月在母校坠楼身亡，享年21岁。当时消息震惊各界，也让亲友粉丝们相当悲痛。不料事隔一年多，再度发生憾事。最近有网友发现，凌云的姐姐在 IG 发限动，放了一张庄爸爸穿西装的照片，内容写下：“我最疯狂的爸比，原本应该在宜兰帮你庆生的，我知道你无时无刻都挂念着妹妹，没关系，放心的飞吧，你们先聚，之后我会再天上与你们重逢的，生日快乐，我永远永远爱你。”意外透露父亲过世的讯息。据了解，53岁的庄爸爸10月23号在北市媒体河滨公园被人发现在车上全身僵硬，死亡原因为心脏病发导致猝逝。短时间内，庄凌云的姐姐连续失去两位至亲。6号原本还是爸爸的生日，如今却天人永隔，也让人相当难过。